大家好，我是今晚最终幸运。没错，这个游戏呢，最近在 iOS 上线了。哦，然后我现在是用 Google 玩的，然后它很像没有 Facebook 绑定吧？对。然后这边你看到 HPS 跟 DPS，然后这边可以自己切那 HP 啊等之类的哦。那这游戏最有它的特色就是它的玩法就是像这样子，然后下面可以放一些技能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攻略这个关卡吧。哦，很可爱的玩法。哦，这个怪怎么长得那么像那个僵尸皮卡丘啊？哦，好多只在跳舞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快挂了、欸！考还故意让我们挂掉、欸，哎，这个剧情也太那个了吧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又叫你扫荡啊！哦，这边就可以开一些 auto 这样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哦，他为什么他要再开一次？他一直叫我们再打一场，因为我们刚才输了。这边主要给你们看玩法的部分哦。那其实这些玩法还蛮简单的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来攻略这个关卡吧。点一个大绝。好，你看这样就打得赢了哦。他意思是说我们啊，哎，boss 打赢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游戏的玩法，那你们就一直通下去。然后这边当然就第二关，然后自己慢慢去玩。诶，他干嘛一直叫我们重打？好吧，反正这时候就这样子啦。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叫我们重打。那这部影片主要给你们看他的关卡跟玩法这样子。哦，那这边他一直重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黑人问号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一直叫重打，可能游戏还有 bug 吧。当然，你们可以去建议官方出 Facebook 绑定啊。